这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虽然不是代表江苏队，虽然现在也不能上场，但是还是。都是主动发这局孙文谁先抢谁就主动，谁主动谁就能得分，抢自己的发球，对，就发球也抢攻，好球，能好球哦。走。好球。漂亮。对。我以为这前三局肯定要拿下了，这是啊。就排了三个人打五场比赛。好看的来了。走起，摩擦对，走，漂亮，走，好球啊！对，这就是许昕了、啊。这现场大喇叭喊完了，这现场这个方博的传出这个观赏，现场的这个表现啊，并没有说反应了。对。零比六，比赛结果方博三比四。哦，然后给对手造成一点速度上的压力。可能会拼一下。啊，欠点了。打出来。对，不要跟小队员磨。好好漂亮、哦、这个球对方是有一个、哎、好赢钱赢钱，哎呦哦哦，好好过度摩擦，哎，用力，就是魂不守舍的感觉，对、嗯，直播工作，明白？协助中央电视台，做转播工作。四比六。他不怕他。刚才是有点高给的。
好。先挂起来。哇、啊！先发球抢拉，就是江苏的孙文，在第一局取得胜利以后，我觉得这个换成马龙的话，就变化会非常快，很多。好的。没错，啊，顾世民老先生哈、啊，哎、是，他的父亲顾世民，觉得不够冷静哈、啊。好的，啊，哎、对手就缠住他了，一分，对，那樊振中想得一分特别辛苦，这个球打。再强调力量和速度了啊，这个在落点的控制上我觉得更细腻一些。很好球，嗯。起到了效果。好球。真好，这球！哇，这个接发球！哇，三比六！啊，3-3，3-3！哇，这个最后一板球太潇洒了。直接接樊振中的发球，一板侧身。